5000万可以买了，各位子季，子季剑雨 get， 来看一下剑雨刷怪的感觉，这里，哎呀，拉一下，准备喽，准备喽，两秒，一秒，剑雨，哇，干好爽哦，哇，那个刷怪一整排耶。五段攻击，而且是范围的。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副本，我还没单刷过这个遗忘洞穴，这个会很难打吗？有人打过吗？我看能不能单刷，感觉好像不行。欸，这个王不能站 A， 干，我一定要走位了，靠北，好烦哦，懒得走位。啊！剑鱼。啊！不要！干你老师！救命！救命！欸，没有，我以为站 A 就好，突然我不知道这个不能站 A。好啦，我们用生命尝试一场，没关系，我还是去刷我可以刷的好了。老王说今天要跟我解噩梦，这个我们要打噩梦看看，极恶，因为战力够，我们要打极恶。老王战力也19000，跟他一起打，打世界王喽。等一下我去打王给你们看，我去单吃王给你们看。我昨天有单吃一只，可是空的。我，哦，靠杯哦！我，哦，干很痛哎！我要换大水了。你为什么要打我啊？你有病哦！你看这个世界王打不太到啊！你看我打他，这游戏命中非常重要。你打一般小怪可能感觉不到，打王他妈超级需要命中。你这个命中不够，你根本在负成长。我射不到网了，你看我这只都射不到网了，其他人更别讲。基本上这个掉血速度，你600多条，你要打到天荒地老。照理说，这个打世界王的感觉应该是啪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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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跳一直跳，这样才正常，代表玩家的水平够了。现在这个水平不够，硬要打，所以我只是尝试一下，果然不行了，我死掉就不打了，死掉我就要撤了，因为应该打不赢。我们不要浪费这个时间。啊，刚刚是不是要单吃王？打一个王吃给你们看。这只我不知道有没有打，我昨天磨很久把它磨死了，我看一下，还在，我直接开。我还暴走了，看伤害变两倍，他打我伤害变两倍了，进入狂暴状态。哦哦哦哦哦，两倍伤害，靠背啊，得不回来了，因为他现在进入狂暴状态，而且他速度变快了，我的技能闪不掉。啊！其实这样，刚刚那个伤害，诸葛奶妈，啊，靠北，我都忘了跑。诸葛奶妈，诸葛奶妈就不会死了。可是奶妈也要技能有学，高等。我来动一下，我来走位一下好了，我刚刚是懒得走位啊，我们走位一下好了。死了，空，这应该是空的吧，空王吧，死了。极乐大蛇，我看一下。你开组啊，你队长，你开组啊。你看那个四人私密队伍。可是这样只有两个人哦。只有我跟你吗？不然你直接开好了，反正我们两个组输出啊。另外两个赶进来的应该也有点实力吧。看到极恶，哦，怪血很多哎。对啊，哎，干你啊，四个人在打哎。干得太痛了，我刚刚魔法超痛的。你要不要退一下？你跑，你要跑，你要走位啊！你敢说你带开，你要走位？没资格，没资格带我啊！你绕我旁边，我才能射啊！你跑那么远，我怎么射？我是远距离啊！哦，但你大概说你不会走位要讲啊！帮我去吸炮火好了。哦，好痛，我扛不住。啊，你不是要吸炮火啊？扛不住 啊，很痛啊！你要走位啊？这怎么走啊？远距离怎么走啊？他远攻的，我走个屁位啊！我觉得你还是走，你绕好了，你去吸罐，然后绕给我们打，我们都远程。你那只刺客也跑得比较快。可以哦，这个游戏还不错。哦，这个可以哦，这个女的大胸部哦，但她的胸部比我的人物还大。我们小怪先干了。哎，我怎么要死了？操！啊，走位！
好丢脸哦！不要跟他，不要跟别人说我们翻车了。世界平不要讲，不行，我要讲，我一定要讲，我受不了了。不是那真的太痛了，说真的。极恶，大蛇，居居，靠，超痛。我们打弱一点好不好？打次难的啦，不要打最难，打第二强度的，打极难就好了。极难我觉得可以哦。哎，不对。欸，极难战力也很高欸，也是要14000欸，可是我觉得可以哦，我觉得可以，要不试看看，试试看次难的。那我刚刚呛你说连蛇都没看到，没有啊，我们没有人看到蛇啊。欸，这个好像你扛得住哦，这个难度就可以了。这个难度好像可以哦，可是他战力差1000，怎么差那么多？欸，你知道提升1000，你要升5级，差不多。我刚刚不是站桩死啊，我刚刚是没注意到旁边这三个跪在地上的突然攻击我，我没看到他们跟这个世界融为一体了，他们在那边射我，我没看到，我就一直被射。我想说我要去打那个魔女。我先选一下目标，先把那个小子。你死啊！好了，换目标，换标了。你怎么死了？欸，可以救你吗？可以救你吗？可以像可以把你复活吗？像那个泡泡一样。No。 欸，不能救你。欸，你试着看，你看躺分啊，你躺在地上看能不能拿到奖励，你就当躺分仔。哦，枉死喽，枉死喽，躺好躺满。看看我们三个，欸，我觉得少了你之后特别稳，特别的安稳。你现在看得到我们的画面吗？你可以用观战模式。对啊。你还没登出吧？不要登出哦，你用观战模式，然后看一下。你如果这样躺着死掉，我们通关，你有奖励吗？如果有的话，就是躺分斩。其实我们两个应该有一个玩坦的，两个氪金都玩刺客，不知道冲哪小。好，打蛇喽，准备喽！终于看到蛇啦！地上怎么有个尸体啊？看来你会有分数哎，你都跟我们过来了。这个尾巴冲三小，哇！他这个是晕眩，灭团啊，剩我一个。我尽力哦，我很努力哦，我撑到最后了，我没有愧对这个账号。妈的，看屁啊你！他露着眼睛要给你打，结果你只能在那边爬小怪。我打他，看屁啊！OK 啦，各位躺好，成功！你没有奖励吗？你没有成功吗？有，都有 ，OK 啊，可以躺分欸，哇，舒服啊！这个太夸张了，你们两个躺分仔，干，躺分！哎，聊天室，我们去看索尔好不好？这边有索尔欸，你去看一下，索尔100等，目前最强的 BOSS， 索尔绝对王者，应该很多人没看过，我们去看一下，我也没看过。我去打那个洛基，干洛基超强，靠北打一下我就死了。哎，索尔，哎，我们要打你，靠北。哎，洛基打我都不会秒杀了，他可以秒我。洛基打我一下大概是500滴血，他打我一下2500。啊？我们再去找到索尔啊，干你个索尔！他到底在秋什么啊？这只王是最强的，全 buff， 看好雷鸣形象，异常状态减20，全域雷击，晕眩对象，魔法伤害加20，雷灵魂绝望，对于击倒的玩家加5%伤害，绝对王者，所有伤害就圣结界啊，圣界效果全伤害减免50，看这是鬼吧？100等的 BOSS 啊，雷神索尔。嗯。哦，他来了，飞过来了，打我啊，打我啊！哎，欸，靠背。大家都听到了，是他叫我打我才打的。像这种要求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